虽然你迄、那个迄个门市是包括，奖金咧无啥要紧，哦，今仔日机会已经来啊，哦，啊，你得好好的哦，沿岸注意，这是刚才把握，哦，成功只有给有给把握机会的人，啊、哦，相信你若叫我给你改一波，哦，采那个补正的，我保证你可以恢复你的雄风，哦。在创造在长庚球场天下无敌，螃蟹走路啊、哦欸，叫你给他的一卡住，心里快乐，哎、欸，啊一定爱叫我跟你讲的，踩那个补这个。林哥，听讲你来人间巡视已经有一家子啊，啊这段时间风调雨顺，六畜兴旺，啊你到啊七贤丁玉贤哦，子孝，所以就跟你恭喜。啊，不过我有接到一挂诶善良百姓的控诉哦，听讲你伫长庚球场跟他螃蟹嘞，啊诶，拍球四点钟，啊食饭五点钟，啊违反篮球规则啦，啊搁有诶，听讲你若有钱的时阵，我手机进了这个心态啊，啊还好，就讲我听讲你对肯定爱家的好男人，啊最近搁每一代这边很多不喜小诶传你太太去。全台都透透，所以呢，以上的控诉呢，我们就不予起诉啊。希望你在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过下一个六十年，恭喜！祝你新年你快乐，长命百岁。黄董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六十年走来真不容易，你是我们心目中最钦佩的朋友，也最敬佩的这个夫妻档。啊，再祝你，在另外一个六十岁的生日的时候，再和你祝福。不好奇哦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呢，耶、yeah! ！黄妹妹，生日快乐！哎、主持人大哥，祝你吃个百二岁，哎呀，六十秒才半年，加油！哎，进来，我都认识子辰大哥跟 Lisa 是最快乐，因为不断的有笑声，有欢笑，真的。亲爱的二哥，认识你真好，有的是有的喝，又可以到六甲子成员享受田园生活，感谢您对家对乡土的热爱，还有友爱兄弟妹妹，要存好心，做好事。局长啊，为社会贡献国家，啊，陈志平跟邱毅更需要您多说好话的鼓励跟支持，在此恭祝二哥六十华诞，平安健康，天天开心，事事顺心，勇敢吃百里，福气啦！因为邱毅的关系，认识了皇室家族的美味之余，认识你们真好。尤其跟着二哥有吃有喝，还细个桃花照，后面讲后，在二哥六十大寿的今天，祝福二哥永远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生日快乐！二哥，六十岁，这是最高哦。啊，这几年来哦，二哥拢真少在，尤其是原本年纪较矮，澳洲嘛，见到大开眼界了。印象深刻，啊，这样哈、哦、叫二哥，事业成功，一路好，身体健康，大家都来讲，啊、哦，这上重要。你是个勇者、智者，而且是做过班的班主，关心你的公司的顾问哦，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很健康，啊、哦，要这种事情嘛，不要再讲，有很多人都不能，不能换，就这样子。不然一共的，是从我讲的，不会讲放下一天吧。看我把第一次的录影献给你，第一次这个面对镜头，然后紧张在被恭喜啊，后面非常的好，因为在练习中呢，不断听到你在啊啊啊，好像很辛苦啊，然后因为很多动作你都做不到，可是呢，那你又很认真的想把它达到，老师教的100分这样子，所以每次看到你的。在练瑜伽，然后又那么的认真，所以在想说啊，难怪啦，你可以成为一个大老板。我们这些不认识的人哦，你这个大老板就非常的遥远。然后听二嫂说，今天是你二十大，六十大寿。那在这里呢，啊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呢，就只好祝福你生日快乐，一定要有身体健康。
生日快乐。是什么？快猜啊，小学同学哦。是啊。猜到了吗？就是我。耶、yeah! ！生日快乐。母亲节那一天，一样是母亲节。这个不是，这是在大龙虾那一天。快乐，祝你永远28岁，永远年轻。Peter 他们那一天。医生给我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有一个找到一个好老公，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。那我也衷心的真的很感谢医生，不管在各方面福利方面，还有在黄先明指导方面，真的都让我们茁壮不少。那虽然我表达能力不好，可是在黄先明60大寿，我还是要表达。那我在这边祝福黄先明那个生日已经即将到来哦，祝您身体壮如虎，慢慢事业福，快乐非您莫属。黄先生生日快乐，个人来公司也快要26年了，那其中也经历了换了很多的单位，公司跟黄先生也给我很多的机会，我也自己也有在磨练东西，可以说公司的很多单位都在过，我是在帮大家恭喜他，60岁生日大寿啊，生日快乐。黄先生，听说你生日快到了，那先祝你生日快乐。当我第一天来医生的时候，一个笨笨的小女生，现在已经快28岁了，也虽然变成有很多事不懂，还是在学习，但是我来的医生真的是学到蛮多的事情，那以后我还会更加的努力学习。那在这里祝黄先生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黄先生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也可能讲不标准哦，那感谢黄先生在领导的医生好、哦、让我有机会在这边成长。我最大的收获在这边是找到一个好老婆，非常感谢黄先生。我当兵回来的时候，在我们乡下，我们的故乡遇到你，黄先生请我来为公司一起来打拼。在这里我已经工作到今年满了25年，非常感谢黄先生一路来的照顾。在这里我也更努力的把我们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。在这里再祝福黄先生60大岁生日快乐。要对黄先生讲一些歌功颂德的话，实在是讲不太出来。如果要讲一些对公司的感言的话，好像也是时间不对。不过20年来，很感谢公司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在这里学习成长。祝黄先生生日快乐。赖副总说不出来的话，就由我来说。因为我们是同年进入益盛工作的，也就是20年前。我现在讲的话是虽然恶心，但是我们都是发自内心。20年前我们刚应征的时候，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老板是
和蔼可亲，而且笑容可掬，胖胖的，但是又有一点可爱，所以我们都很庆幸可以进入益盛工作啊。2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依然很庆幸进入益盛工作，而且黄先生依然是和蔼可亲，笑容可掬，胖胖的，有点可爱，但这是外面人的印象。事实上我们认为黄先生骂人是骂得很凶，但是也很替你高兴，代表你身体健康，中气十足。无论你是骂人骂得很凶，还是笑容可掬，还是和蔼可亲，在我们的心中你都是我们最好的老板。在你60岁生日前，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我讲两句就好了。 Mr. CC Happy Birthday Long Life。